看看下面这个牛啊，前腿后腿尾巴翘的牛头在这里。上面个人物，既然是牛的话，那就是李耳，老子呗。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。啊，这个牛看着很这个健壮肥硕。这面同样再看一看，这面这样看。这面看好像是似乎像美女，女人头像，圆圆润润的，地表石头，有点意思吧？玩就玩的一个奇趣。非常圆，图案也很丰富。挺美，这样看的话也像个尾巴，什么情况？反正是天然东西，看怎么想象吧，怎么看都行。这样看像什么？这样看像什么？这样他们感觉有点像那个蜘蛛、螃蟹、蜘蛛，这么看是不是那有点那个味道呢？很腿啊，螃蟹是横着走，黑蜘蛛也是聚财的啊，在车上也在摇晃。噔噔噔噔，这么看，这么反过来看，这么反过来看看什么了？三川景色，不管怎么看，都挺不错的啊。行了，一个题材我觉得也挺够了，啊。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，写下简简的5400字，也就是5400言的《道德经》。